豆浆豆花，然后加一颗芋球10块，然后啊不是那个是芋啊对芋球芋泥啊，然后这个是地瓜芋圆，然后你吃的是什么？翔哥你吃什么？红豆豆花花生，然后这什么口味？无糖还是有糖？正常的啊，正常甜。它有分很多种，大家可以来吃吃看哦。嘉义有很多美食，平安豆花值得推荐。虽然我还没有吃过，我先吃吃看，讲一下口味好了，口感。嗯，豆浆赞。豆花呢，要先吃正常的，不要吃无糖的。嗯。不错，那这个嘞，这个是要把它，应该是要把它打碎吧。嗯，真的是芋圆，真的是芋泥。嗯，芋圆芋泥很浓郁，很浓郁，很好吃。然后这个地瓜球是有甜有糖度的。嗯。好吃，我叫是咧创啥货？结果伫遐，伫遐清指甲。这个是不是要打碎啊？嗯，芋泥啊，不可能直接吃吧？直接咬啊！不知道这整颗给我觉得怪怪的，它应该要打碎。它是冰的。冰吗？嗯，冰吗？什么冰？冰淇淋吗？芋泥啊！啊，这是冰淇淋？不知道，怎么看都不像冰淇淋啊！它只是一球，它是用一球哦。这个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可以来试试看，真的，我不骗人，因为我吃东西要求还蛮高的，不是那种随便吃随便饱的。哇，叔叔给哦。哦，那个叔叔给哦。